小玉呢？你先放下，先放下，跟我出来，快点，跟我出来。怎么了？这样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事情在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啊？没有。没有事情瞒着我吗？没有。确定？嗯。今天你是不是去老奶奶家了？嗯。是不是帮她干活了？对。帮她干活的途中，是不是摔倒了？摔到哪里了？就这儿，没事的。没事的。啊。老奶奶说的对吧？摔得还挺严重的。当时呢，你坐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嗯，没事。我现在问你，刚刚搬木头是谁叫你去搬的？我自己搬的。你自己去搬的是吧？啊。我现在进去问一下。嗯，不要跟他们讲，他们知道了会不好的。不要跟他们讲，正阳哥，不要。你们都在这烤火是吧？是不是很暖和很热啊？刚刚是谁让他在这里搬的木头？是谁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还是你？不是不是。还是你？这么轻的木头他又不是搬不动。这么轻的木头他又不是搬不动。他受伤了你知不知道？啊。啊？不知道啊。你知不知道他受伤了？不知道。受伤了呀？你说这个木头很轻，你搬一下给我试一下。搬就搬。搬呀！啊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人人平等，为什么你们坐在这里烤火，让他在那里搬木头？我想问一下。小鱼的受伤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。虽然说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们俩是不是男的？对啊。你们俩在这坐着干嘛？啊，男人要有担当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我们都希望对吧？多一点努力。你们难道说在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吗？要让你们的父母看到了，会怎么想？可能说你们现在还年轻，父母还给你们依靠。当你们父母老的时刻，谁给你们依靠？我想问你们，人不分三六九等，我们人都是平等的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小玉受伤了。没事没事。小玉受伤了也没有跟我们说。这个不怪你们，可能说呢，我今天对吧，有点失态了。正阳哥，不要说了。正阳，他们都是我朋友，他们都是过来关心我的，我们都不知道小玉受伤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事。那个今天呢，确实呢，说真的，我有点心急了。那个我们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我们呢一定要做到人人平等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今天呢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你们，好吧？然后那个小玉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你照顾一下，好吧？那个没事的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希望你对吧不要忍着，好不好？你那个身上那个痛不痛？没事，不痛，不痛的。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没有，不用看的。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，你懂吗？我今天呢我也是看到这一幕，我确实呢我也心里面比较着急，比较难受，你知道吧？哥，我没事的。那你先进去吧。我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些货还没有弄呢，好吧？你给那个他们讲一下，我有点就是失态了，好吧？好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你慢点。没事没事，那个你们去吧。好，好，走了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一。